又不是不领养的嘛。俺又喝了文鼎龙华街，不然嘛。我的天，你俩走到哪去了？还没去外面洗衣服去了。外面哪天洗衣服啊？我妈这几十年在外面洗，说家里洗不干净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她。不是吧？带你去看。Thank you.